個係十號。见个月啦，都我噶，香港嗰咩啊？梁展志啫，嗯，唔系，梁展志系嘛？好，多谢。呢度都興噶，但係呢度唔準，由工場分開先得嘅咧，唔準啲。喂，又開進嚟，又開啲嘢多啦。你為什麼？阿妹，你嘅箱冇拎入去。哎，你嘅箱啊，不要拿進去，放在外面。我都未，都嚟做幾廿年嘢，都未試過啊。有間小鴨抱住到咁威神功啊！你依個點嚟嘅？你哋菜文先嚟。叉燒我，叉燒。你老弟五棍咩？我老弟有風嘅。你我跑嘅。我嚟，買翻佢呢個。叉雞我買三條。想到你说吗？一陣嘢拎住我，一陣誒會收你噶啦。
过车辙没啊？没错。来了来了。嗯。特色嚟啊嘛！都係傳統做落嚟，你咁做，即係可能我覺得有可能你以前，你两个差几款嘛？阿玲俾你呢个十个喂，你走到嚟，到你前面仲有个，等一下。